黄胜义男十到三十八元。完毕。好，继续。所有的。县长王惠美十八日前往成功岭探视，替代役男共计四十一人，祝福役男们在服役期间顺顺利利、平平安安，未来前途光明。这个兵役期间啊是比较短的，那我们期待说大家在这边呢，那能训练的你要多训练，训练出来的还是都是你自己的东西。那因为之后你们还会再到单位去哦，那都有自己的一个专业，也希望说你们在这段时间好好的把你的专业哦给养成，那你到了我们的分发的地方，你就会更加的一个轻松。就是呢，我们建爱的王县长呢，特别在百忙之中呢，拨空莅临到我们成功岭呢，来慰问我们彰化县县级的役男，我们县政府呢对各位的关心跟用心。所以事实上呢，让我们觉得说呢，有这样的县长呢，彰化县的役男真好真幸福。王县长致赠慰问金及每人一份餐点，勉励役男融入团体生活，把握服役期间锻炼身体，立定志向，为将来投入社会做好准备。也嘱咐役男留意天气变化，照顾自己身体健康，并且绝对要向毒品说不，走稳未来的人生道路。公益频道徐世昌台中采访报道。